三更有梦书当枕，千里怀人月在风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深夜读书，每晚陪伴你。人人都想成为强者，却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强者。王阳明说，信而从之，则惰其计矣。只要对方相信了你很弱，那他就输了。真正的强者从不在乎面子，他们只要里子，逃跑的姿势再狼狈，只要最终能取得胜利，那就都值得。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，你的点赞和评论是叶安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喜欢。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。诗人雪莱说，浅水是喧哗的，深水是沉默的。浅水用喧哗显示自己的存在，而深潭静默沉着，低调示人。人何尝不是如此？蹦得最高，叫得最响，事事出头的，一般都不是有实力的人。真正厉害的人，往往不动声色，善于示弱守拙。一个人越缺什么，就越炫耀什么。无所谓，无所谓一书里记录了一个新闻故事。一名性格懦弱的中年男子，有一次竟参与了一场街头群殴。身材瘦小的他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胳膊都骨折了。好在警察迅速赶到，才制止了事态恶化。男子的女儿赶到现场，看着被抬上救护车的父亲，他哭着吼道，看看你这个样子，怎么还敢去打架？男子恼羞地说，对，别人都觉得我不中用，只有他们看得起我，我就是答应了。女儿责怪道，看得起你你就答应，就这么要面子？看看你身上还纹了什么青龙白虎，瘦得一阵风就能吹倒，何必呢？男人大声辩解，我也是要强的，有什么不对？旁边的护士姐姐听到这里，冷冷插了句嘴，你这不叫要强，叫逞强。一语中的，要强是一种积极的心态，是一个人努力生活的动力，但逞强是怕被别人看不起而虚张声势的伪装。有人说，一个人逞强是因为底子弱，尖酸是因为心里酸。有时真的是这样，越缺少什么越喜欢炫耀什么，只是这样非但争不来面子，有时还会丢了尊严。真正厉害的人很少炫耀自己的成就，反倒是无知之人最喜欢高谈阔论。曾有这样一张照片，他意外地让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成了网红。高铁二等座上，为了做好一场报告，78岁高龄的刘先林院士仍然笔耕不辍。有眼尖的网友还发现刘老穿着一双旧皮鞋，十分朴素，不仅叹言，这又是一个扫地僧式的世外高人。其实作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，刘先林有很多特权，但刘院士只是埋头钻研，为人非常低调谦逊。所有在我们看来可以拿来炫耀一番的事情，在刘老这里都不值一提。正所谓自见者不明，自恃者不彰，自罚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长。因为越炫耀越会暴露无知，越逞强越会显得浅薄。弱者好强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弱者逞强，于人于己都是一场灾难。别小看一个处处示弱的人，真正强大的人，自我价值不来源于外界的赞美和肯定，他们自信而豁达，该认输时认输，该示弱时示弱。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之后回到家，她敲了敲门，撒切尔先生问，谁呀？撒切尔大声回答，我是英国首相。结果等了很久都没人来开门，撒切尔夫人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，她柔声细语地说，亲爱的，开门吧，我是你太太。话音刚落，门马上就开了，丈夫还给了她一个拥抱。不是所有事情都要以强为法则，有时候弱也是一种方法，适当示弱才能换来更好的人际关系，
真正的强者早已学会在交往的过程中将自我隐去，采取更加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。当某档谈话节目中说，有人问名嘴梁宏达，老梁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总喜欢在公共场合说自己有糖尿病的事儿？梁宏达笑着说，我就是在示弱啊。原来梁宏达很多朋友都是夜猫子，经常半夜三更约着出去吃夜宵，每次必有人奉承劝酒，有时别人一激将，自己一逞强就往死里喝。梁宏达折腾不起，就主动告诉自己有糖尿病，说我认怂，你们要是真在乎我就放过我。善于低头的人，别人也更乐于妥协，过于强势张扬会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麻烦。就如梁宏达所说，刚不可久，柔不可守，适当的示弱一点坏处也没有。明轻重，懂进退，知取舍，才不会因小失大。廉颇蔺相如列传里，廉颇仗着有攻城野战之大功，根本不把地位在他之上的蔺相如放在眼里，还几次三番扬言，我见相如必辱之。蔺相如听说后便处处回避廉颇，上朝的日子也称病不出。私下众人都说蔺相如懦弱胆小，连廉府下属们都看不过去了，问他为何这么怕廉颇。蔺相如说道，我连秦王都不怕，怎么会怕他呢？但若我不示弱，那两虎相斗必有一伤，到时候秦国就可以不攻而入。我之所以如此，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。这话传到廉颇耳朵中，惭愧不已，亲自登门赴京请罪，事实认输不是懦弱，而是有着清醒的认知。低头示弱不是怕事儿，而是一种睿智的态度。作家王源说，扬眉是一种能力，低眉却是一种勇气。真正厉害的人，眼里有高山，胸中有丘壑，他们不会在别人的眼光中找存在感，更不屑于在别人的言论里逞英雄气概。地低成海，人低成王。老子《道德经》中，商容问，一个人年老时，为何牙齿掉光了，舌头安然无恙？老子回答，牙齿之所以都掉了，是因为它太强了，从不知示弱。而舌头之所以还在，是因为它知道何时展现柔弱的一面，故而能够存在的长久。生活里，我们习惯地认为只有强者才能占上风，但其实那些会示弱的人，往往可以走得更远。心学大师王阳明在《陈岩编务书》一文里曾写过示弱四绝：将欲取之，必鼓与之，或捐弃牛马而伪逃，或掩匿精悍以示弱，或诈溃而埋伏，或前军而请和，是皆诱我以利也。示弱是用兵良策，也是为人处世之道，处处逞强显能不是明智之举，懂得守拙藏锐才是顶级智慧。弱者易怒如虎，强者心静如水。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。你可以承认自己的平凡，但是不要放弃努力向好的方向发展。真正的强者从不在乎面子，他们只在乎里子。懂得示弱是一种修养，一种智慧，更是一种格局。一个只会虚张声势冲胖逞强的人，终究是没有出息的。与其张牙舞爪虚张声势地让别人高看，不如注重自身的成长，让自己真的强大。作家秦桑说，真正的内心强大是练就了一身盔甲之后，便不再轻易被他人刺伤，从而更坚定自己的目标所在，活得肆意而通透。未来愿你我都能修炼出这样通透的心态，示弱而不软弱，坚强而不逞强，活得肆意而坦然。与朋友们共勉。今天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最后，在 YouTube
和 Facebook 上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。也期待与你的互动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